鹰呢？这手肉是要凸出来的吗？可以还是吞下去？凸出来，凸出来，凸出来。不要一条够了，一条够了啊！阿勇，再来弯出来啊！吐到哪？吐随便吐这里，随便吐，随便吐。手感最少了，随便吐。这位是，我们吃完一食物，是老师，但是很甜，教他们，超甜了，很好吃，很多水。没有问题，没有。是教他们什么课的？不也有回啊？对吧？我们可以在一边吐。随便吐嘛，随便吐那个皮。你要拍我们吐吗？不要，不要拍。我觉得要啊。我拍，老师就是一、二、三。吃那个东西，我冇食。你试一下，好甜吗？哦，阿云，好硬啦。是自种的吗？哎，这是重点，这是叫做芦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对皮肤很好。这个是随便扔的，西瓜都高了，专门种的。这是叫芦荟，让它去啊，仙人掌，仙人掌。仙人掌也在这里出现，不是在沙漠的吗？这个沙漠觉得好沙漠哪有仙人掌？没有种其他东西吗？没有，就随便种，随便拿。我防水啊，哎，我那我手肉啊，熬出真的手肉，熬这手肉。这个磨豆很甜，甜甘蔗是甜，很多水。土种的，它种在田里面的甘蔗就是多水。哇，刚刚来来，熟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跟你说，热的时候可以吃，吃这甘蔗。热的时候可以吃，是吗？哪个？那这，这个姐，甘蔗，椰子，这一下吧。他那个椰子，那个。啊，不要啊，还有啊。我哋平时榨汁噶嘛，在香港我们把这个榨成水再磕。榨汁。哦，榨水。榨水磕。那个是。榨成汁。那个就是。那个那个树。那边那个。那个叶。这个是你们吃那个木瓜，就这个是这棵树。木瓜。甘蔗是那边那些。哦，这个是木瓜。啊，就刚才你们吃的木瓜树。这个不是哈密瓜吗？也没有多久。我看香港的只有那么高。我们那个是几多种？还有瓜很小。木瓜几多种？我那个是专来种。我看头发毛不干。需要三米，我想搞一张。